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，今天要带着小朋友跟着 Miki 老师唱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来唱 Miki 老师的歌，不要不要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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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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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。变变变变鳄鱼，我就不怕打针。好，肩膀扭扭，再一次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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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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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。变变变变鳄鱼，我就不怕打针。小朋友想想看，还可以变什么动物就不怕打针了呢？例如大象，哎，那你就可以比大象的鼻子或耳朵，或者变成狮子也不怕打针，变成乌龟背着一个重重的壳都不怕打针哦。那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肩膀扭扭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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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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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。变变大象好了，变大象我就不怕打针。肩膀，再一次。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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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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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针。变变变狮子，变狮子我就不怕打针。这样学会了吗？喜欢的话下次再跟着 Miki 老师一起唱唱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